打野胜率还是最低的凯隐又被加强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超系 3.5 B 版本平衡调整来了，此版本大约在12月15号更新，所以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调整吧。那么以上是 3.5B 的平衡调整，希望下半部的凯隐能振作起来吧。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可以留言和大家进行讨论哦。同时也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和三连。我是超系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